我舉一個實例，令到公眾容易明白啲啦。即係而家你話，中央俾把刀你，本來咧我授權你全身係自主噶啦，不過你係自閹啦，俾把刀你閹翻俾我，話斬咗手俾我。就頭先有議員講咧，就係、是、即係自閹啊嗰個問題。事實上咧，如果個一地兩檢嚟到香港，鐵路嚟到香港有一個咁方便而又快捷嘅做法，跟住唔用呢一種做法，先係自閹。